小心点啊！啊，哎，对了，咱们租这房子肯定很贵吧？你妈说了，为了你上学近呢，再贵都得租。哦，嫌贵，早干嘛去了？这眼看着都期末考试了，再不交钱啊，这出去锻炼完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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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那你们先忙，哎，我就在那个楼，哎，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啊。哎，好。哎，谁呀？张瑞的。啊。 师傅，这放哪儿去了？哎，等一下啊！叔叔，这个放哪儿？我这儿去啊！来，给我。哎，别别别！别别别！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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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把他的花鱼都伺候好了，咱的租金可以免掉五千，是吧？哎呀，太值了呀，老公，你真能干，以后这些事儿就全都交给你伺候了啊。没问题。老爸，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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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哎呦，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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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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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干嘛呢？这是不赶紧干活，搁这瞎捣什么乱呀？呱呱，赶紧收了啊！真是添乱。呱呱，咱们搬新家了，老妈呀给你买了新书包，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嗯。啊，这么大的书包啊！哎呦，大嘛！哎。呱呱。妈跟你说，这次择校啊就花了2万呢，这租房啊一年就4万，2年半那就是10万呀。你念个中学，我们就要花12万，还不算别的消费呢。啊，这次啊，老爸老妈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你拿出来了，你也得给我们争气考一个重点高中啊。我可没让你们租房子择校的啊，花那么多钱。你懂什么呀？那现在竞争多激烈呀。你要考不上名牌大学，那将来就找不到理想工作。没有理想工作，你说哪来的美好未来生活呀？对不对？你看人清果他妈，每天开着大别克接送他上学，人家家里住的可是300多平米的房子啊！哎，我说你能不能不提人家？那不也是我们一个小区的吗？那差距大了，那可不一样。人家那房子是自己买的，咱这房子是租的，明白吗，宝贝儿？你看你妈我跟清果他妈比，差哪儿啊？他不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咱们呱呱将来肯定行，你一定得给妈争这口气，听见没？不对吧？你是你，我是我，你要争气你自己争去呗，干嘛非拉着我呀？我吃饱了。哎。刚才还在屋呢。得，他又去跆拳道馆了。起立，站住，退。
这里。学员晋升为红带，掌声鼓励。林冠华、王卷宇、徐嘉诚、王海林。林冠华，祝贺你！为他鼓掌。哎，爸，乖乖在咱们家对面的跆拳道馆呢，您去帮我找找呗。找啥找啊？那个跆拳道班不是你们给报的吗？哎呀，是我给报的，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那上初中可不比上小学啊。你可省省吧，孩子就这么一点爱好了。您就惯着他吧，在你们面前呀，我们都没法教育他了。哎，你们不是租房子搬走了吗？姥姥。我告诉你，小童，我的大孙女可是个乖孩子，你们别逼她，要是弄个一差二错来，我可不饶你啊！呱呱，老爷，我升为红带了。哎呦！这是今天上午我们数学测验的结果，大家看看自己的分数。我们这次测验的目的就是要检查最近一段时间同学们学习的成果，大多数同学数学成绩都有进步，极个别的同学成绩还是不够稳定。你这不能给妈争口气啊！啊，咱们家都这房子一年40000呢，你这分数，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吗？林呱呱，林呱呱，到。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一年是多少？一年40000啊。什么？哪儿来的40000呢？房租啊。李呱呱，你刚才想什么呢？嗨，来接孩子呀？是啊。哎，你们家都离得这么近了，还不放心啊？我操心的命。考数学了，我大姨夫二呢，真的，儿子真棒。哎，谢老姨怎么表彰我？哎呀，我今儿我真乖。哎，我们家呱呱多少分啊？79。差距这么大，79分那已经不少了。你先走了啊。哎，拜拜，拜拜。数学追不上去的话，以后就别练跆拳道了。呱呱，呱呱，快来玩啊！哎，你们来了。阿姨好。啊，你们好。今天呱呱不去玩了，改天吧。哦。再见。
管不了你了。别乱动啊！等一会儿再看。就会侵占我的业余时间。你拉倒吧啊！我这叫严师出高徒，知道吗？欢迎收看《守望都市》，观众朋友们。说起来，今年最热门的话题呀、啊，恐怕就离不开高考了。哎哎，给我换回来，快！我是今年高考的前几名同学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有请他们入场。大家好，我是杨飞宇。快看快看！大家好，那苏菲的儿子也高考状元呀！大家好，我叫高亮。别别别！真是苏菲，来来来，拿着。一分耕耘，一分。喂，啊，苏菲啊，啊，我正看着呢。哎呦，你们家儿子可真够争气的！哎，什么时候吃喜呀？好好好，到时候啊，我们一定去。啊，拜拜。你说苏菲怎么这么好命啊？咱们家呱呱也一定争气，是不是呱呱？就是，那呱呱小的时候啊，比青果不差，绝不能落在青果后面，一定要超过他，是不是呱呱？嗨，来了。就是这个情况。好，谢谢，回去考虑考虑。好，欢迎您再来。再见。哎，丽丽。一会儿把他的资料给我送上来。好的，张总。嗯，你去吧。小邱啊，找我有事儿啊？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家青果数学那么好，你平时给加什么小杂？他就是做了一些课外题。精神食粮，知道吗？妈，你这是干嘛呀？老师发的练习册还是做不完呢，一年添了这么多垃圾。哎，这怎么是垃圾呀、啊？这都是张阿姨给儿子青果买过的。你看人家青果每回在你们班不都考第一吗？是不是、啊？你要喜欢你自己留着呗，我不稀罕。呱呱，哎呀，我跟你说摘喽，哎呀，你听话，快点摘喽。我跟你说，从明天开始要对你的数学进行强化训练。就你？我怎么了？你那语文、英语还可以，可你那数学太差了。不是太差，就是有点弱。好好好，对不起，我说错了啊。妈呀，都给你咨询过了，只要你每次在班里考试前进五名啊，你期末的时候总分就会在班里排第一或者是第二的，知道吗？你饶了我吧！不行，快起来，听话，听妈话，好好写作业啊！妈去给你做好吃的，增加营养。涛哥，
爸爸再给你盛点啊。嗯，我吃饱了。吃饱了？嗯。你看看你这宝贝女儿，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花了那么多的钱给她买那些数学资料，人家倒好，连看都不看一眼。你说啊，从下周开始，你别练了，在家给我做题吧。妈，这学期钱都交了，都不能退了。不能退就算了，我那学费啊，就当打水漂。妈，我都练到红带了，红带你知道吗？就差两级，就差两级就是黑带，就到顶级了嘛。是啊，能练到红带的孩子不多，荒废了太可惜了。对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你怎么总惯着他呀？跟他老爷一样，一个鼻孔出气。来，姑娘，吃桃。哎呀妈！以前我不想练，都是你们哄着我练的。现在我有兴趣了，他们又不让我练了。那中学三年一晃就过去，你知道吗？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等你长大了，你再……现在小学都晚了，妈，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哎呦，行了行了，别晃我了，晃得我心烦。你要想练可以，但有一条，你数学必须得给我追上去。好，我答应。我买那些数学资料，你都得给我做完，每天一个小时。好。别光答应，能做到吗？能。那咱们说好了啊，就这学期，下学期啊。我不给你交费了啊！哦，好妈妈，妈妈最好了。你说这个女孩子练跆拳道有什么好啊？一练就俩小时，来回路上呢又俩小时。你有这时间多给我做几道数学题，你那数学早就给我追上去了。不许反悔！哎呦，我不是反悔，我在跟你讲道理。你看你现在成绩吧，就语文还不错，是吧？你那数学确实得加把劲给我追上来。那学习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知道吗？你那外语，我回头给你请个家教啊。等你把这些分数都给我搞上去的时候，妈再给你买一大钢琴，咱们全面开花，做一个全才。横什么横啊？你就知道跟我作对，光长心眼的了。有本事你给我长点个儿啊！你不要欺负我。哎，你给我使性子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那数学成绩也追不上去的话，你就别想再练跆拳道。你不信，咱走着瞧。喂，你看看这孩子，你看看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哎，喝点水。这孩子犟，得慢慢哄。这一敲能挖出个井吗？哦，对了，苏菲今天找你没找到，电话打我那儿去了，说明天晚上六点在紫荆花大酒店，我儿子高考吃喜儿。他让咱们俩一块儿去，可明天晚上我有事儿。明天你一个人去行吗？去什么去呀？自己家孩子不争气，那礼钱我都收不回来。你说你俗不俗啊？我就这么俗。哎。早上好，李姐。李姐来了，走。小玉，张总好。张总早。哎，小童，你把这些和销售部去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好。哎，李姐，怎么感觉你今天情绪不大对呀？我们家丫头吧，可算是长大了。管不了了，
动不动就跟我讲条件，我说他一句吧，他十句等着我呢，这可怎么办呢？哎，慢慢沟通吧。我们俩呀，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你说怎么沟通啊？很简单呀，先找一个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的关系就融洽了，关系一融洽呀，不就好商量了？哎，有道理哈。没有，今天你爸休息，一会儿带咱俩呀看电影去。嗯，天哪，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吧？二位领导，可以就餐了。哦，知道了。就好。那我们明天玩什么？还玩呢？赶快给我做数学题去吧。哎，不是说好了今天给孩子减压吗？这不都减完了吗？乖乖听话，做题去。好。啊！我拎着。哎，把拖鞋穿上。我来。这场电影管用吧？哎，乖乖，做我昨天给你选出来那本题啊。林呱呱家长，林呱呱很不错的学生，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就是数学成绩不太稳定，始终都有起伏。齐老师，哎，稍等啊，哎，青果，哎，青果这次考得非常好，每次考试啊都是我们班的前三名，你可真是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快进来，你们家呱呱排多少名啊？嗯，班里二十一。你们家青果呢？年级第一。各位家长，把大家请来，一是要把期中考试以来的情况向各位家长做一个汇报，二是呢要通知大家一件事情。根据目前的教育形势，我们学校决定从下个学期开始，我们就要重新分班了。重分的原则是以期末考试和前三次月考的平均成绩进行全年级的排队，一二班为火箭班，三四班为快马班，其余的是普通班。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回去能够督促您的孩子努力进取，我期望我们班会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到快马班和火箭班中去学习。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周都有统练，如果您的孩子在每次的统练中都能有很大的进步，那么我相信呢，您的孩子。哎呀，这学校真能整，还成立什么火箭快马班，这孩子学习压力够大的了，这样下去还不把孩子逼疯了啊？疯了也得逼呀。
哎，你够狠的。哎呦，你不狠，那不等着掉队呢吗？拼吧啊！哪个成功的孩子背后不站着一对狠心的父母啊？这电视啊，报纸啊，天天喊着要取消应试考试，你说，这不是刚打雷不下雨吗？那么容易啊？那重点学校跟普通学校的师资水平能一样吗？谁愿意让自己家的孩子不上好学校呢？哎，这呱呱怎么还没洗完澡？呱呱，起床了，快一点。哎呀，两秒钟，再睡两秒钟啊！不行，从今往后一秒钟也不能浪费哦！再不努力，怎么进火箭班呢？哎呀，今天不是周六吗？干嘛呀？哎呀，你跟我起来吧！俗话说得好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你还是把我当一条虫吧，就贡献给鸟儿算了，反正他们吃了我也不得好死。你就臭鼠贫嘴吧，每次我叫你起床费老劲。那还不是你自己找累吗？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啊？你现在啊正在摧残一个祖国的大花朵。林呱呱，到。你告诉大家得了多少分？108分。大家看，我们的满分是120分，上次他得了73分，这次他得了108分。林呱呱这次整整提高了35分，很了不起的跨越，值得表扬。如果我们班的同学都能像林呱呱这样，那么我们班的成绩会怎么样呢？大跨越。对，我们让林呱呱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进步的经验。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了。哎，那你就说说你这瞎猫是怎么碰上那只死老鼠的呀？说说吧，呱呱。我真的不知道啊，就是这次的题我都会做，而且都做了也没出错。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同学们。林呱呱这次考得好，是因为他会做的题一分也没丢。那你以前是这样吗？这就是经验。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向林呱呱同学学习。坐下，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把该得的分一分一分的抓住，把70%的基础题紧紧抓住，把20%的中档题紧紧抓住，把10%的难题紧紧抓住。对，紧紧抓住。呱呱，你这次考得不错，咱们再加把劲儿，给你报个奥数班，再提高提高啊。老爸，回来了。啊，快吃。干嘛呢？哎，您看看。奥数班，靠谱吗？靠谱。他们班那青果人家早上过了，每次都满分呢，所以我想给咱们呱呱呀也报一个班。你看着办吧。什么也指不上你。反正我不去啊，你要报了你自己上，我哪还有什么时间再上什么奥数啊。那简单呢，把你那个跆拳道去掉不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让我练跆拳道，你以前报的那些班我一个也不去，还让你省钱省心了呢。呱呱，妈妈这是为你好。没看出来。怎么没看出来啊？妈妈特意给你买了食谱，天天像做数学一样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你没吃啊？那也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你们报完了谁上啊？那当然你上了。你问我了吗？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不带这么欺负人的。我这是欺负你吗？你就是看我练跆拳道不顺眼，我就这么一个有兴趣的班了，你干嘛老想给我剥夺掉啊？呱呱，哎，呱呱，孩子还小，其实他现在比咱们还累。哎呦，我知道，那不是形势所迫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慢慢的，耐心点啊。呱呱，呱呱，来把饭吃了。李姐，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呢？又是因为呱呱吧？我们家呱呱他们学校啊，要按成绩分班了，要分成什么快班、火箭班、快马班，还有就是慢班、普通班，我都快急死了。我们家呱呱可好，一点都不急。姐啊，像你们家呱呱这样的孩子啊，你着急可不行，再急啊也得忍着。可现在学校不都要分吗？这一步赶不上，是步步也赶不上，你说我能不急吗？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你都是为了他好。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嘛，可她也得听得进去呀。喂，我说你们快来玩啊！哎呀，你倒是快说话呀！有什么主意赶紧说吧。哎，要不你再好好磨磨他。反正我妈是最怕我磨她的了，磨了，一点用都没有。现在的家长就是吃软不吃硬，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对，快说快说快点！我觉得吧，咱们呀可以这样来。人家青果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报奥数班了。你说当初我怎么就不知道给呱呱报个奥数班呢？偏偏报了跆拳道。这刚一起跑，我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哎呀，这都报满了。你看看有没有退班的呀？要不睡吧，啊，太晚了，明天再说吧。总部还有名额啊？那是太远了，再远我得给他报上。趁着齐老师刚表扬过他，我得赶快把奥数班给他搞定。啊！哎呀，快快快！哎，你一会儿啊，看着呱呱把早点吃完啊，你也得吃。我先走了。哎，啊！你是不是跟孩子商量好再去？哎呀，你跟他商量什么呀？呱呱，吃早餐了。嗯。哎，你们今天都不休息啊？爸爸加班，妈妈有事儿。哦。多吃点啊。嗯。爸，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不用看着我了。一定吃啊！嗯，哼，拜拜，拜拜。问一下那奥数班怎么办？请您在那边许浩办理。哦，好，谢谢啊。客气。
您报哪科？奥数班。奥数班昨天就已经满了。昨天就满了？哎呀，我女儿要补的就是数学，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那这样吧，您上那边推管窗口看一下，看有没有人退班。哦，行，谢谢哈。对不起，我打扰一下，我问一下，你这儿有退奥数班的吗？这不都是等着退班的吗？啊。师傅，那个您是退班的吗？我是等退班的。就是不听，咱不是请了家教了吗？你再报这玩意儿还有什么用？吵吵什么呀？退了就行了呗。哎呦，对不起，我打扰一下，你们是退班的吗？对，是的。哦，是退奥数班吗？我们是语文。哦，谢谢啊。是奥数班吗？对啊。哎呀，太好了，我终于等到你了。别误会，我女儿上奥数班没名额了，我等退班等了一天才等到您。别说了，退班。啊，那个她的名额能给我吗？什么呀？啊，这位大姐退的奥数班名额我想要，麻烦您给帮个忙好吗？您的孩子叫什么呀？林呱呱。叫什么？双木林，呱呱叫的呱。好了，交钱吧。这钱给你算退款。好，太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马上啊给您。大姐别着急，这个名额就给您了，待会儿绕一下帮下忙。谢谢谢谢。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呱呱，坏了坏了。今天是你妈的生日。叔叔好，叔叔好。你们好。爸爸。呱呱，这是最后一个菜了，就剩下煮面了。哦，快烧水呗。嗯。呱呱。嗯。呱呱。哇，老爷。哎呀，呱呱呀！老爷好，老爷好，老爷好。都做好了，我寻思我来做呢。我也才回来。哎呀，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做了这么多呀。哦。对呀，你看。这个是萌萌做的，那个是眼镜做的，还有那个是温馨做的。哦，那呱呱，哪个是你做的呀？这些都是我做的。坐坐坐坐，孩子们，坐坐坐，吃完饭再走。哎，别走，呱呱，孩子们，哎，坐坐坐，吃完饭再走吧。走啊！再见。好了，人都到齐了，就差寿星老了。呱呱。咱们等，对，咱们等啊，好，给你吧。
回来了。啊，妈妈，今天怎么这么全呀？是啊，这不都来给你过生日吗？哎呀，我都忘了。你忘了，我大孙女可没忘，回头看看。老妈生日快乐！好了，吃饭吧。哦，吃饭喽。哥哥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妈妈快乐呀？嗯。那我给你商量一件事儿，你不许不高兴。好。看，都是为了你，妈妈为你啊忙了整整一天呢。报上了。那当然了，为了咱们家呱呱，必须得报上啊，是不是呱呱？妈，你怎么总是这样？我都说了不去，你非要给我报。我不管，你报了你自己上，我不上。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根本不是为了我，你就是为你自己。呱呱，呱呱，这是怎么回事啊？呱呱数学有点跟不上趟，他妈给报了个奥数班，想给他补一补，孩子不愿意上。哎呀，孩子不愿意去就不去嘛。我跟你说，跟孩子商量好了再去报，可是你就是不听。你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知道我今天给他报这个名，我费了多大的劲儿吗？我一大早就出去了，我好不容易拿了个号，结果我到跟前，人家告诉我没有名额了，我只能等退班的。我等了整整一天，到快关门的时候，我才等到了一个。到现在我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我倒是为我自己了，我省吃俭用，我勒紧了裤腰带，我还得到处求人，我不就是想让他长大有个好前程吗？我恨不得把我的心都掏出来给他当垫脚石，可他倒好，呱呱，你快点儿！妈，现在离奥数班时间还早呢。宝贝儿，妈今天有点事儿啊，你就委屈了，在这儿坐着等，到点了自己去，别迟到啊。好吧。那我先走了，认真听讲啊。哦。你可真够有样的，是吧？
怎么了？你这满头满脸都是汗，看来刚才听课很认真，是吧？呱呱呀，你可真对得起你妈！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给你们俩讲个笑话吧，啊，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说我要是当上总统啊，首先开除教育部长，因为作业太多了。老师呢就给写了批语，说你已经是总统了，因为班里边的差生啊都归你统领。这差生呢就提出抗议，说我们不叫差生，我们应该叫总统随从。我们学会了一次函数，大家知道一次函数啊是图像是一条直线，那么二次函数呢，二次函数就是抛物线，我们叫它抛物线，它是曲线，平滑的曲线。怎么得出这个抛物线呢？因为刚才找到的这几个对应的点，大家看到了，把这个点连起来，它就是抛物线。那为什么能连出这样的形状呢？怎么出的这样的点呢？我们二次函数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y 等于 x 方，行，大家就这样。和 y 等于 x 方，大家刚才看了没有？看了没有？那有同学在睡觉啊？看好了，就这么着吧。y 它为什么能连出这样的形状呢？怎么出的这样的点呢？我们二次函数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y 等于 x 方。可都不是初一的知识，我们数学课本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不去，怕你不高兴。去了我又听不懂，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该学的。上这个奥数班一点用也没有，就像练跆拳道，黄带还没过呢就想进红带，这可能吗？呱呱，我知道你最近呢学习压力大，特别累，来，老妈给你按摩按摩。呱呱，这数学吧，要想成绩拔尖儿，那就得超前着学。数学呢，其实就是解释事物的一些方法。你上这个奥数班，就是教你更多的方法。要不说这奥数是一种什么思维体操呢？那些数学尖子呀，个个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不想做数学尖子。我跟你说啊，你把那跆拳道给我退了，太分散精力了。你看这孩子，耐心点啊！对了，饭菜我都做好了，晚上就你们俩吃了，我得走了。啊，那你少喝点啊。是，我走了啊。早点回来啊！哎，告诉我。你是不是军统的特务？你说我是哪儿的？我就是哪儿的。怎么说都行。哎呀，苏菲，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了。哎呀，你家也太不好找了。给你，上回吃席儿你也不去，我还得给你送来。你家房子不错呀，就是房租太贵了。哎，
我给你去叫我女儿，你赶快给她介绍一下你儿子的学习经验啊。哎呀，我儿子有啥学习经验呢？考试之前从来不复习，该吃吃，该睡睡，玩也不耽误。我还不……我让你说的不是这些，是你儿子那个学习经验，听懂了吗？学习经验？对呀。哎，你先坐那儿，我去叫我女儿，你想怎么跟她说啊？花，苏慧阿姨来了，她儿子考上北大了，快出来取取经去。要去也该是你取，你也想让你女儿上北大呀？哎，你哪那么多话呀？赶快出来取取经啊！不去。哎呀，走吧走吧。小童啊，你们先忙着，我回去了啊。哎，苏慧别走，回来再给你算账。哎，苏慧啊，别走啊！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个下次再说吧，我先走了啊。回来再给你算账，算账。呱呱，你太不像话了吧！人家苏菲阿姨大老远的来都是为了你，你倒好，都不出来跟人打声招呼，你是不是太没礼貌了？今天一共做了两套数学题，既有苦劳也有功劳嘛，请判题。等我看完了题，我再给你算账。你成天看球，我也没看你成个球星啊。那你天天看电视剧，也没看成个影星啊。你再说一遍。哦，判题判题，我觉得这次能拿满分。我回来了。一身酒气。哎呀，今天你们俩没干仗吧？谁还老干仗啊？有瘾。没干仗好。大爸，你打世杯赛，直播的时候咱不是没看着吗？这可是成功。是吗？哎呦，哎呀，爸爸你看看。哎，哎呦，呱呱。你这次题做的不错啊，但是有一道你少了个步骤，扣两分。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那老师在家长会上也说过呀，做语文题啊，一定要先读懂题才能加分。这做数学题，一定不能丢掉每一个步骤。太好了！好什么好？哎，我跟你说，就你这宝贝女儿啊，今天太不像话了，说起来我就来气。人家那个苏菲大老远的来都是为了她，她都不出来跟人见一面。你说她现在怎么变成这样？苏菲来了。对呀，哎，我说你呢，听见没有啊？妈，你没搞错吧？人家苏菲阿姨跟你是同学，非要我跟人家去取经，这不是张冠李戴吗？你是觉得自己没面子吧？都说起我来了。你个死丫头！别拦着我，我叫你！你暗箭伤人，你这黑！开开，听见没有？你光给我看看死丫头，看看听见没有？说好了不干仗，怎么又干上了？不怕影响孩子学习啊？等你臭了，我收拾你们！我说你也不管管他。大家听我说啊，刚刚接到区里的通知，我们道馆选出两男一女三名选手，组成代表队，参加市里的跆拳道比赛，这是个好消息。大家说我们选谁呢？经过激烈的较量，我们决定选王家威、徐嘉诚、林呱呱，掌声祝贺他们。
呱呱还没回来啊？没有呢。我回来了。啊，吃饭了啊。妈妈，拿钱，拿钱，拿钱。什么钱啊？我要参加比赛了，一共330元。什么比赛？这么贵？区里的选拔赛啊。选拔赛？妈，跆拳道馆里面有那么多人，才选出了2男1女3个选手啊。你们知道这个女选手是谁吗？那就是你女儿我。又是跆拳道。刘教练说了，只要我好好练，迟早能得冠军。这次我要一炮打响，以后我要参加全国比赛、国际比赛。老爸老妈，你们的女儿要当冠军啦！好。完了，魔怔了。老妈，你也鼓励一下吧。报名费啊是150元，强化训练费啊是180元，总共是330元，给钱吧。哎呀，宝贝儿，妈跟你说，你现在需要加强训练的是数学，而不是跆拳道，知道吗？哎呀，妈，你放心吧，数学啊我一定不会落下的，我一定加倍努力，好吗？加倍努力？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你告诉我。妈，你怎么这样啊？真没劲。谁没劲啊？你看你数学刚有点进步吧？你要去参加跆拳道比赛，能不能把时间跟精力给我用在正地方？爸，你看他。其实啊，要说呀，这也是件好事，毕竟咱姑娘有这个实力，是吧？哎，你别跟着起哄了，还真正的实力呢？有本事参加奥数比赛、英语比赛，我绝对支持，那才是真正的实力。姑娘不是说了吗？她会努力的，是不是呱呱？嗯。说得清楚，他做得到吗？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就算有时间吧，你看他每次训练回来都累得够呛，没精力再学习了。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你还自己做主呢？嫩了点儿。呱呱，其实妈妈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什么道理？这回谁也别想阻止我，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看看没有，看看没有，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他除了顶嘴还会干什么？什么是我惯的呀？你怎么一说孩子就把我捎上啊？那不应该把你捎上吗？这就是你惯的结果。我跟你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青春期，一个更年期，我招谁惹谁了？你不吃，他能吃吗？写作业呢。写什么作业呀？抹眼泪呢。哎呀，这一晚上能做多少题呀？就这么浪费了。哎，是不是给孩子道个歉啊？我当妈的，我给他道歉？我只提个建议，去不去随你。行，我给他道歉去。这事啊，这是病。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甭忽悠我。真的。不，刚才是妈妈不对，妈妈给你道歉，对不起了啊。我不需要。那你需要什么？我需要理解，需要宽松，需要自由。需要这么多呢？宝贝儿，你放心，妈全都理解，全都明白，知道吗？您就是来催我写作业的吗？你去吃饭吧。我拭目以待。
别凉了，先吃饭行吗？知道了。天啊！你的，回去好好听啊。哎，哥哥，啊，你的钱呢？哦，我今天忘带了。啊，没有关系，不要错过报名时间就行啊。嗯，谢谢教练。哟，呱呱来了。呱呱，这孩子咋不高兴呢？呱呱，怎么了？啊？哟，这谁欺负我大孙女了？啊？我不能参加跆拳道比赛了。别哭，孩子啊，有啥事跟姥姥说。呱呱，给姥姥姥爷支持你参加比赛。不行，跆拳道讲究礼仪廉耻。我不能背着老妈交钱。说得好，有长进。老爷让你拿的就拿着。好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回去吧，慢着骑。那钱给他了？给了。哎，你说咱能不能惹出事儿来？嗯，我回来了。来，喝一口。哪来的钱啊？老爷给的，交报名费用的。啊！我试试啊。好啊，看我的！耶！哎呀，呱呱，你现在字写的越来越好了。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说。你看咱们家呱呱这跆拳道练得不错是吧？这回啊又能参加选拔赛，你说咱们是不是？接着说。哎呀，你看孩子那天伤心欲绝那样子，你就忍心？哎呀，现在伤心欲绝没事儿，别等考不好的时候啊，到时候哭就来不及了。有那么严重吗？再说孩子也是好不容易拼出来的，哎，咱是不是给孩子一次机会？你们俩是不是都串通好了？出来吧！我就知道你藏在后面，把这心思啊都用在正地方，就你老惯着。孩子都练成这个份儿上了，就让孩子参赛去吧。嗯，肯定能拿奖。是啊，呱呱真是长本事了啊，把姥姥姥爷都给我搬来了。嗯，我可是自己来的。小童啊，你听爸爸和你说。爸，
说什么说呀？这不明摆着我是罪人的吗？你们都护着他，就我不好。可我是他妈，我能害他吗？这你就扯远了。爸，要不是你们这么惯着他，他现在能这么跟我对着干吗？这眼看着都期末考试了，哪有时间比赛训练的？这孩子吧，不分轻重缓急，大人也不懂。再这么下去，别说上重点高中了，那普通高中他都够呛。您说您这是害他还是爱他？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为了上重点、上名牌，我都三岁就有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小班，想痛痛快快的玩一会儿都不行，喜欢的运动也不能参加。老师都说童年是金色的，可是我的童年是什么颜色的？呱呱，呱呱，呱呱！你控诉谁呢？我成天忙忙叨叨的，还不都是为了你啊！我不想下了班什么都不操心不管，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啊！我成天省吃俭用的，我还不都是为了他吗？你就不能少说两句？我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宝宝，你得理解你妈妈呀。你说爸总出差，妈妈又得管你生活，管你学习，挺不容易的。他可以不用管我？难道让我在世上就是为了管我的吗？我犯了什么大罪啊？呱呱，呱呱，呱呱，别哭了，呱呱。听姥姥话，别哭啊。听姥姥，别哭了，呱呱啊。呱呱，不哭啊。来，站好队，一、二、三，速度要快，快打的，放松点，深吸口气，打孩子，嗨，嗨，后边别喊，嗨，嗨，让我们振奋一下，大喊一声，嗨，嗨，再来一次，嗨，嗨。丁呱呱今天怎么没来呢？教练，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看见他了。哎，呱呱来了，怎么不进去训练呢？刘教练，怎么了？这个还是还给您吧，以后我不来了。为什么不上去训练啊？比赛你也不参加了吗？哎，家里的事你能不能也管管？就累我一个人呐！哎，哪能呢？哎呦，这还用我说吗？乖乖现在在学校的情况也不了解，你能不能去学校看一看，问问齐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您就这么放心啊？我知道了。我跟你说，我这边特别忙，下了班呢，我还得陪乖乖去听奥数班的课，能不能伸把手？哦，我挂了啊。哎，比两人多，最小的正整数应该是多少？啊，没有人说二点五人哈，二点五人不好算，这劈开了挺疼的人啊。好了，同学们，我们刚刚复习完了抽屉原理。根据这个抽屉原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几道题，看一看同学们认为的那么简单的抽屉原理是不是那么的简单。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道题。有55名同学任意分为4组，其中有一组女生人数必多于2人。
又已知十人中必有男生，请问男生有多少人？想解开这道数学题啊，我们就要用抽屉原理，刚刚讲过的啊，运用抽屉原理仔细考虑一下。那么在这里头想知道男生的人数，我们就齐老师来了。林呱呱这个孩子整体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数学，您看，这都是他改过的，改了就对了，说明啊这些题他并不是不会，可问题是考试的时候是不可能批完再改的呀。这么多啊？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呱呱，你们奥数班老师讲课还真挺有意思的，看来我这钱没白花，挺值的。哎，这上奥数课的时候那么宝贵的时间，你怎么打瞌睡呢？我问你话呢。妈，我回去写作业了。我让你去找秦老师，你去了吗？啊，去了。什么原因？你别走，那教育孩子是我一人的事儿啊。你看看呱呱，你哪道题不会做？你怎么就这么马马虎虎、浮浮躁躁的？本来会做的题就这么把分给丢了？可是已经丢了，我有什么办法呀？嘴硬是吧？啊，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我问你呢，都是那个奥数班。以前我的数学成绩是这样的吗？照你这么说，反而是我的错是吗？你看看，就你这样的成绩，你怎么进快班啊？你怎么能够考上重点高中啊？考不上就考不上呗，不是名牌学校毕业的成功人士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你还敢犟嘴了是吧？你不是不知道，我跟你爸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都供你了。你算算啊，从你上学到现在，你花了多少了？就说你这奥数班吧，都是我跟你爸临时凑的钱，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还有没有点新鲜的？没有新鲜的，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想看着我跟你爸辛辛苦苦挣的钱就这么白白给你打水漂了。那你就先给我记着，到时候长大以后我再还给你。你干嘛呀你？太过分了你！呱呱，呱呱！你说这呱呱他能上哪儿去啊？瞧你干的好事儿！喂。妈，呱呱去您那儿了吗？没有啊，呱呱怎么了？啊，没什么。啊，我挂了啊。呱呱他爸爸在找呱呱，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打回去问问怎么回事。那打扰您了，好，谢谢啊，谢谢。我都打过了，他没去。哎妈！你让他妈接电话。
我把呱呱给打了，他离家出走了。你为啥打孩子？我，你就作吧啊！你爸咋说你都不听。哎呀，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小童啊，别着急啊，呱呱是个懂事的孩子，他走不远，他兴许转一圈消消气就回家了。他不回家呀，也会到我这儿来的。再找找，再找找啊！这孩子到底能去哪儿啊？金果啊，来帮忙拿一下，帮妈看一下啊。妈，爸，爸，妈，而且快注意这孩子，哎。谢谢阿姨，真的好好谢谢你，呱呱。阿姨，那我先走了，阿姨再见。哎哎，呱呱，那你去哪儿啊？大孙女，你不是长大了是大人了吗？跟老妈干仗可不行，离家出走啊，她可是你的亲人。好宝贝儿，你想急死老妈呀？妈给你道歉了，你快回来吧啊！小童，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没有啊？你说这他能去哪儿呢？你说，要不咱们先报警？爸妈，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俩再找找啊。这。呱呱，是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妈，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宝贝儿，你上哪儿去了呀？啊，你吓死我了呀！我再也不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怎么走了啊？我再也不走了，爸，爸。快起来！小心点。轻点！这眼睛光盯着分数是不行的呀。这孩子的成长，如果不注意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就是分数再高，就是一路名牌学校，又会怎么样呢？看咱们呱呱，会做饭，会收拾屋子，懂得尊重父母，孝敬长辈，这样的孩子还不知足？就是啊。可是现在孩子功课多，压力大，课程也多，你们当父母的就应该想办法帮助孩子减轻负担。可你倒好，把孩子整的兴趣没了，灵性也没了，这成绩不下滑才怪呢。那奥数班还去不去啊？你们家的事儿你们研究，我不管。我看还是别去了，早就不应该上了。那跆拳道班呢？跆拳道可以啊，它能缓解孩子学习压力。对孩子好的就应该坚持嘛。小彤，你呢？你们都支持，我还能说什么？同意呗。哎，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走。哎呀，不用了，爸爸妈妈再见。孩子大了，你不用老盯着他。哎，你说这奥数班也退了，跆拳道也让他参加了，怎么觉得孩子还是不高兴呢？哎，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但是你们都支持他，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这心里边一直都不踏实。哎，小彤。哎呀，小秋啊。哎，快请进，请进啊！来，小秋，坐。哎，哎，你们家呱呱呢？刚走。哎，呱呱怎么了？我呀，真要好好的谢谢你们家呱呱。昨天我带青果去买东西，包被偷了，我的银行卡、我家钥匙还有保险柜钥匙，还有10000多现金全在包里呢。要是没有呱呱呀，我可就惨了。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哎呦，不不不，这可不行！你说了半天，我还没听明白，我们家呱呱到底怎么了？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哎，你先拿着吧。我这不行。你好，齐老师。什么？主题班会？哎，呱呱家长来了，快，里面请。同学们。你们班的林呱呱同学，昨天晚上奋不顾身勇斗歹徒的事情，很值得赞扬。我们学校领导研究了，要在我们学校大张旗鼓地宣扬。我们现在正在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林呱呱就是很好的典型。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师生，向林呱呱的家长表示感谢。下面有请林呱呱的家长讲话。同学们好，林呱呱，这回你可给我们班争光了。您呀，可别夸他了。他现在的成绩离这个火箭班、快马班呀还有差距呢，我怕他连这个快马班都进不去呢。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们学校火箭班和快马班都不搞了。哦，是吗？教委决定，从今年起，高中就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了，各校的优秀教师全市流动，
这样师资力量既保持了平衡，也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同等水平的师资教育。最近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家长会了。林呱呱，听说你的跆拳道都练到红带了，是吗？怎么了，呱呱？怎么了，呱呱？呱呱，咱参加区里的选拔赛呢。我已经把跆拳道班给退了。哎，刘教练吗？我是林呱呱的母亲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选拔赛，我们家林呱呱还能参加吗？